哎，好的。
滚。調子乗ってんじゃねえぞ。赶紧开打吧。状态不错。快来呀、啊！还不杀？看看这鬼爷！娘！轮到我了。我可不会手软。哦。是我。来吧来吧，我说是的。哦，春日先生，请您慢用，这是之前的谢礼。哦，谢谢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个很容易入口，很好喝。虽然我不是很懂咖啡的味道，但是这个味道我喜欢。很高兴你能够喜欢。听说你以前是搞笑艺人啊，名人应该也挺不容易的吧？虽然我也不是很了解，对不起了。没事，请不用在意，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我以前用过浓缩咖啡豆缸这个艺名，上好的豆子磨好了，就是靠着这个段子红过一段时间。浓缩咖啡，上好的豆子。哎呀，虽然我也不太懂，但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喜欢咖啡了嘛，咖啡艺人的感觉喽。不错啊，咖啡艺人。其实在成为单飞艺人之前，我和一个叫美式咖啡空甜的人组了一个叫空豆咖啡的组合。我们是在咖啡厅兼职的时候认识的，因为我们都喜欢咖啡，所以就用和咖啡有关的段子上了舞台。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啊，在我们常去的咖啡厅一起通宵练习，然后两个人就直接去小剧场或公园表演，可是完全红不起来，最后没办法还是解散了。终究斗不过贫穷啊。后来我们以单飞艺人的身份发展各自的事业，一直到现在我们俩都没有机会再见面。不对，有一次在常去的咖啡厅里一起喝过咖啡，希望他现在也在某处好好生活。怎么说呢，组合解散了的话确实很遗憾，也就是说上好的豆子磨好了是在单飞之后红起来的段子吗？那个段子一起的时候也表演过，但解散后突然在 SNS 上火起来了，之后就像中年发迹一样人气暴涨。不过其实也只是一小段时间而已，事务所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我这是私下演出，马上就把我解雇了。虽然
我根本就没做过那种事。说起来，那群人也说你因为私下演出而引发了争议呢。话说，私下演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有很多，而我的这种情况是，在网上被人爆出来，我没有通过事务所，就在黑道主办的派对上进行了表演，于是被指责为私下演出。 还在 SNS 四处传播，引发了剧烈的争论，之后愈演愈烈，就变得完全无法收场了。而我也过上了走在路上就会被人说三道四的生活，精神上也疲惫不堪，没办法继续搞笑表演，就退圈了。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被 SNS 折腾，网上甚至还写着什么"浓缩咖啡豆缸的心比咖啡还要黑"之类的评论。 想起来真是惨透了。啊！因为受不了每天那些透过有色眼镜投来的目光，所以我就狠下决心来到夏威夷开起了咖啡店。看来这家店开张以前，你经历了很多事情呢。不过你什么坏事也没做，却受到那样的对待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了。 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请你也不用在意我刚才说的那些。夏威夷这里虽然是一座咖啡不好喝就会被无情淘汰的城市，但只要好喝，就能够因此获得正当的评价。咖啡豆也一样，只要你用心去对待，它就会用味道来报答你，而那味道，正是这座城市的人们所追求的。如今我们生活在 这样一个正直的世界里，能够毫无牵挂的活着，那就是最幸福的事了。嘿，是吗？不过也是啊，被不了解自己的家伙随意说三道四，折腾来折腾去的，确实很痛苦，也很累。脚踏实地积累起来的东西，能够被正确的评价，我很理解你为此感到欣慰的心情。今后你也要冲出好喝的咖啡。
哎，喂，好的。这家伙，
这里贴心你啊！好啊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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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不上？我可不会手软。 全力以赴！哼！没种的家伙，随时奉陪哦！状态不错，突然困扰，不行了，看招！ 捡干净了吧！好，状态不错。看这一招！再来一发！来吧，来吧！啊！啊！ 我可不会手软，全力以赴，我要发力了，珍惜生命，恢复一下，状态不错。 不错，你这家伙。 不错。
不是。 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。 请来一杯热可纳咖啡，请问需要多长时间？让我想想啊，刚刚把豆子种下去，接着浇水、收获，应该很快就能好了。什么很快啊？就算收获了，你还有很长时间啊。对不起，他逗你的，还需要30秒就可以了，请稍等一下。<笑>吓我一跳！啊，再来一份烤松饼。谢谢您。 请您慢用。啊，春日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来，请坐这边好了。哟，店里的气氛比之前来的时候还要好吗？感觉好像更明亮了。你能这样说，我很开心。自从空调来了之后，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 就像我们俩当初一起练习的时候那样。
我们会像那个时候一样，两个人一起重新开始努力。这样啊，那就好啊，这样就终于是名副其实了呢。空豆咖啡真是个好名字。是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下单呢，让我看看哦。春日先生就请喝这个咖啡吧，这一杯我们请客。春日先生可以算是让我们俩能再次合体的恩人，我们借春日先生之名调制了一款叫做一番混合的特制咖啡，请你一定要尝尝。哦，不是吧，感觉好厉害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真好喝，嘿嘿，味道完全不输给名字哦。你们今后也要努力，我会给你们加油的。好，服务员，我想点单。啊，好的，马上就来。那么，请给我来一杯一番混合。感谢您的惠顾，空甜，一番混合。好嘞。上好的豆子磨好了。你们可要一直磨上好的豆子哦。